下面我讲中国功夫问答十，十问答之七，中国功夫借力打力国有人无的理学原理是什么？这个问题比较复杂。这个借力打力就是走的三维立体太极图，我这样接可以这样画，可以往这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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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是我接手画就靠的是我们中国都有的国有人无的三维立体混元句，也叫三维立体太极球理学原理，这是国有人物刚柔相济，利用合理打败对手立于不败之地的关键之关键之处。希望朋友们反复分析，反复研究，反复吸收，反复探讨，反复总结。